大家好，我叫汪铎，是一个演员。最近在横店拍戏，这几天呢也陆陆续续的录了好多期视频，给大家介绍横店的美食和平时爱吃的东西。那谈到横店最知名的一个美食，我不得不提到一家特别好吃的饭，那个饭叫意妙街，在横店当地非常出名。我所有的朋友们都爱吃这个，包括剧组的小伙伴们。都觉得他家特别好吃，他家主要是做那种港式的，不要打我女主角，是做那种港式的便餐。我比较喜欢吃他的咖喱啊，所以今天我点的这个是有咖喱鱼蛋，还有他家最大的灵魂男主咖喱鸡排饭。这还有一个就是煎的，跟我技术也差不太多的这种煎蛋，一会儿我就把它们 remix 了，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份黄不拉几，看起来就非常非常没有食欲，但是你一放进嘴里就是满嘴开花的一个非常神级的拌饭。我先给大家拌一下，我受不了。拌之前啊，先把这个饭里边全都给捣松了，这样的话才有助于这个咖喱的沁入。好久没吃他家拌饭了，拌起来就是过瘾啊！这个鸡肉啊和这个咖喱融合得非常到位。他家的咖喱啊是属于那种偏甜，就他家除了像这个咖喱的饭以外，他家还有很多小吃，什么猪肺汤啊、猪肝汤啊，然后还有那个出钱一丁的那个面啊，特制一下，什么黑蒜口味的那个都很好吃。还有他家的冻柠茶也非常好喝，可是不太敢点呢，点那玩意儿工伤啊。我最近也在努力的减肥，因为我发现如果不减肥的话，我经纪人就要扫个共享单车来横店大刀挥死我了。他甚至他那天给我发微信跟我说咱们也老大不小了，能不能做到说咱不录吃播的时候尽量就是别吃饭啊。那我突然就理解了呀，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希望我多给你们录吃播嘛，那人一天三顿饭还能差咯。那我明白了，那我就每次吃饭我都给大家记录一下不就好了吗？这事好解决。然后我私底下呢就多努努力，对吧，多去健身房消耗消耗，回来就再来一顿。我可真聪明。忘了介绍那个我们剧组那个反一了，我们剧组因为有一个大反派，就这么个玩意儿，成天绿了吧唧的。但今天他有酱，我点的是那个蚝油生菜。邪恶呀，总会在身边频频出现，只是以各种的形式。不过什么形式我都能面对，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强者该有的自觉。行了，我忍无可忍了，朋友们，我先给你们看一眼。拌得非常均匀啊，走你！这一口小芬芳下去，我都开八门遁甲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真的一脚一个大反派啊！这个饭可真是横店一绝。我来横店，我真是以前那会儿瘦，都这玩意儿，我可以说是不要脸的，肆无忌惮的天天干。只要一到饭点儿，就是他们家，太好吃了。来一口我亲爱的阿芬。我这次来横店两个月了，刚到横店第一天吃了一次他们家。之后就再也没吃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怕我搂不住，我怕我又进入一个天天吃他家的那么一个死循环。我顶着被骂、被 diss、被嫌弃、被教练蹂躏的风险，我又点了一次。为什么？我为了谁呀？这可太香了。怎么形容呢？如果它单吃啊，它是甜口的，你知道吧？它有甜咖喱，多多少少有点腻，但只要配上了这个小芬，
就是一切又都不一样了。就曾几何时那种甜腻感在你嘴里，那种让你腻到口腔能跟后槽牙粘上的那种粘度一下子全部解开，而且各干各地，同时它的味道进行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融合，就是它为它增香，完了它为它提鲜，相辅相成，互相帮助，一直的团结，就像我和我的团队一样。所以吃这玩意儿特别费芬芳，可能小芬芳本人也没想到有一天会走进咖喱的事情。大家切记，吃咖喱配芬芳要注意那么一小点啊，哪一点呢？把饭送进去，芬芳放进去，碾碎芬芳，令芬芳的汁液在你的嘴里爆炸的同时，不要张嘴，因为这个时候张嘴真的很臭。你怎么办呢？你就用你的鼻子深深的吸一口，再轻轻的把它呼出去，这样大家就闻不着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鼻孔朝下嘛，你这就全又喷你饭里来了。也不是那个意思啊，就是属于一个循环芬芳新风系统，知道吧？用你的口腔里的芬芳，哎，再循环到你的餐里边，令你的餐里边隐隐约约偷偷摸摸就带着一股小芬芳的那种小细节，都是小心思。来，产物兄弟，今天还没喝，你怎么打嗝？我就不信他没嗝，他肯定有嗝。我这麦我必呼出来，而且一定在我万全准备都准备非常好的时候将其呼出，这样不影响。哎，虚晃我一下，这样就不影响我的那个这一手的完整度，否则总会被一些突如其来的东西吧乱了我的曲风，乱了我的风格的那个统一化啊。所以现在我们等他，我不信了，我耗不死你。2000 years later， 可能这次是真没有，不等。你说这玩意儿天天吃都不会觉得腻，完了你再偶尔咔嚓来一顿，这不直接天庭见了吗？一顿咖喱饭，宣告飞升成功，太狠了！你们看我吃的是不是有点多？但我一点也不罪恶，因为我今天早上空腹就跑步去了，跑了40分钟，然后回来又隔了一会儿吃了一个嫩牛五方，然后我这一天就啥也没吃了，一直到现在。本来晚上我也想吃的稍微健康一点，但我一想，我们中国人不就是以这玩意儿为主吗？我吃一些符合中国饮食习惯的一顿晚餐怎么了？又没做错什么，对吧？而且我这一天你说正经玩意儿就吃这么一顿，有什么好罪恶的？一点也不罪恶呀。男主提前杀青，我们现在只剩女主和大反派。像我这么正义的人士，怎么可能让女主独自面对这种东西？还有我呢。来，我来治他来了啊！哎，你是备注没放蚝油吗？放了呀。真的吗？精选的蚝油生菜。这咋一点味儿都没有啊？他说他放了，但我绝对绝对绝对的保证，这上面没有蚝油。我点蚝生的，他忘蚝油了。希望你健康。不是，我也没备注我要健康啊，我要蚝油。不是，这个有点意外。我点的是蚝油生菜，完了他这里没有蚝油，那怎么回事呢？连音乐家都听不过去了。他刚才呼的那个曲子叫……我咋这么倒霉啊？我自己跟自己调解完了，不气，好歹他给我过水煮了，对不对？那咱就还是得，对吧？都已经这么眷顾我了，我不能再剩饭碗了。我必将其挫骨扬灰，碾碎他们。
讲我们女主角裹进襁褓，下顿饭见。行了，我觉得今天营养够均衡了。